今次修例的工作，我們是做得不足。我亦都是參與修例的團隊，當然我都是有責任，所以我和行政長官一樣呢，都是向大家在這方面令到社會的矛盾、紛爭和焦慮呢是作出道歉的。你剛才那句陰聲細氣完全無力的一個所謂道歉，是不是這樣？道歉，你覺得香港市民會接受嗎？是找邵堅源點算法定人數？法定人數仍然不足，根據《議事規則》第17(2)條，我現在宣布休會。咁喺而家嗰個社會氣氛咧，仲適唔適合處理國歌法咧？需唔需要喺休會之前處理？議會咧係需要啲時間去修補，同埋要平靜落嚟，因為實際上我哋喺立法會的重要性就是很多民生和經濟的議題都要一一去解決。我覺得當這些政治事件可不可以丟在一邊先呢？這樣新闻使玩 mini game 直接抢机票，你冇睇错，真系咁笋啊！每日揿东网 app 免费换酒，吃喝玩乐奖赏，揿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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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城一齐上你睇。